他们在台湾的演出，除了邀请韩国乐团 IDOL 当歌曲，只不过。 正式验收，只见正在旁边的戴相宜和志伟跳起一元舞，身体似乎有些卡卡。不过对于他们的表现，李多慧给足面子。多慧觉得他们两位表现的怎么样？哇，很好棒！这缺点，这缺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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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季超热气氛，李多惠所到之处被粉丝们团团包围，政治人物拼声量就盼借助李多惠吸金。像是台北市长蒋万安日前才找李多惠合体拍影片行销台北观光，这回李多惠再合体蓝绿政治人物，也让外界好奇李多惠自己分得出来台湾政党吗？大家一起，谁都不得罪。李多惠的高人气所到之处，掀起话题，也成为政治人物积极合作对象。华视新闻林婉瑜、张正杰台报道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